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十一面第三行，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念一段啊，从头念起啊。二者为以住持有则得，为行住坐卧，是为已也。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怎么落实到生活上，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如果只学文字，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佛学了。佛学与我们自己思想行为往往是脱节的啊，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啊。我们用净宗学会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定了五门功课三福啊，敬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啊。前面我们在一起学过啊，接着呢，我们学普贤菩萨的十愿。十愿呢，今天我们学到第四啊，忏除业障啊，忏。是沉入先罪啊，沉是陈述啊，入是发露以前所造的罪业啊，一丝毫的都不能够隐瞒啊。我们信佛，要向佛菩萨，要向大众啊来求忏悔，那悔呢是后不再造，改往修来啊，这是忏悔两个字的意思。忏是梵文，悔是中国字，意思非常接近，所以这个名词叫梵华合一啊。翻译的时候，梵华合一。罪业再重都不怕，只要你肯忏悔，一悔业就全消掉了啊。这个法门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啊，自念无量劫中，不只是这一世啊，我们有过去世啊，过去世还有过去世啊，自从我们堕落到六道里面来就出不去了，在这个六道里头不知道生死了多少次啊，所以讲无量劫中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在佛法里面叫根本烦恼，是所有一切罪业的根源，这根啊，啊，这不是你一生学来的，啊，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生生世世带来的，而且是每一次这个轮回啊，它就会加重一些，
啊，所以这个因呢很严重，也非常麻烦啊。这是业因，因如果没有缘，它不会结果。啊，果是什么？果是造业，啊，造作罪业。那这缘是什么呢？缘就是下面所讲的起、烦恼、怨恨怒。你看你起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是现前的，这不是与生的，与生俱来的啊。贪嗔痴慢也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有了这些东西，跟贪这个贪嗔痴慢，它就勾引起来，就造业了。啊，造作诸恶业，这些恶业张必真性，啊，我们就不能再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成功了，啊，这个就没办法，不但是张必真性，严重的呢，严重的还叫你一生一生的怪病。啊，现在这个社会也怪病很多啊。啊，那我们这里讲的，你看烦恼怨恨怒，烦一个人很烦，烦伤肾呐，得肾病。啊，恼伤肺，啊，得肺炎、肺结核，这是从。恼啊，啊，怨呢伤脾，恨伤心，怒伤肝。啊，这个是讲你的病从哪里来的？啊，你要晓得那个病根呢是贪嗔痴慢，叫三毒烦恼。啊，所以不但是障碍自信。障碍你的智慧啊，障碍你见性，同时也给你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时候就带来一身的病啊，这个我们都不能不知道。那么佛法里面，佛教人啊，一入佛门呢，就叫你持五戒，有道理啊，啊，所以五戒能治病啊，这大家都不知道啊。啊，为什么呢？不杀生，心地慈悲，慈悲心养肝啊，哎，不得肝病啊。啊，这是不杀生的好处。啊，那么不淫欲，养心。啊，不妄语养脾，不偷盗啊养肺，不饮酒养肾。啊，所以五戒对于身体的健康，你看有多少好处啊？在这里不能够细讲，细讲两个小时讲不完。啊，我在这个地方啊，只跟诸位提一提。啊，这个舌善呢？五戒对人这个身心健康啊有很多的好处啊。那现在我们忏除业障，首先要清净三业，于诸佛菩萨大众之前啊，最重要的是大众啊，我们同修道友之前，诚心忏悔，不敢复藏。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首先想到有没有亏对父母？亏对父母是不孝啊。再往远推呢，有没有亏对祖宗？这都是属于孝道啊，
愧对祖宗，愧对父母，你头上就会长病。那是我们上上人嘛。啊，要认去想，多去想。啊，即小事情，芝麻蒜皮小事情，你都能想出来。我能不能对得起啊？在家庭里面，啊，丈夫能不能对得起妻子？能不能对得起儿女？啊，做儿女的能不能对得起平辈的兄弟姐妹？啊，对得起家里面的长辈？在学校能不能听老师的教诲，认真去学习？这通通是在做人方面的。还有对事，啊，事有利益于自己的是小事，有利益于大众的，那就是好事，那真正的好事。啊，如果这桩事情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安定和平，啊，有利益的，那就是更大的好事，那大事。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协助，如何去帮助他完成？啊，起心动念呢，不为自己，为别人，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那就没有不造业了。啊，业是怎么造出来的？罪是怎么得来的？啊，你的病苦怎么得来的？你将来三途果报从哪里得来的？都是富藏自己的罪过，隐私自己的罪过，啊，做做卧室不敢告诉人，在身体里面藏久了就得病了，啊，病是花报啊，啊，佛家讲果报是两种啊，花报就是现世报，果报是在三途。啊，将来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啊，那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心消染污，啊，你的心清净了，那身体呢就解除了病毒，啊，还归纯净纯善之，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真我啊！啊，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你就找到了，回归到自性。中国大乘教里面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就回归到佛位了。这真的是望见还原了。大乘经里面佛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啊，在中国，你看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啊，编在同盟教科书前面啊，《三字经》这是从前上学念第一本书。人之初，性本善。啊，说明自性本善了，你本来就是本善了。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恶的善呢，已经就不善了。为什么？它有对立。啊，本善没有对立的，啊，那才叫真善。啊，确实，像我们用这个电影这个底片给诸位看，
啊，这是个电影底片。啊，你看它一张一张的，这哪里动？没动啊，一张一张的。啊，在放映机里面，速度快了，一秒钟24张，啊，一秒钟放差不多的24张，一秒钟，你看到那个荧幕上好像都在动。我问你，荧幕上动了没有？没动。你如果能在动中看到不动，你就见性了，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这个有人用数学来表示。啊，表示的很有意思，我看了很有意思。你看，一个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通通都是加一个，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一，这个一加一也等于一，直都是一加一，一加一，一起加上去，通通等于一，这是什么？这十报转运图。啊，常常听讲华严的，我这样说法了，你会能体会到。如果说一加一了，通通等于零，那是常寂光净土。如果说一加一等于二，再加一又等于三，那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一加一、一加一里面看到一，这就了不起了，你真成佛了。啊，我比如说在电视荧幕上，你能够看到都是一片一片的，啊。绝对没有两片连起来的，都是一片一片，片片都是独立的。所以用电视这个原理来比喻，好懂啊，你容易体会事实真相如是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底片呢，那一秒钟是什么样的速度啊？这个诸位晓得。啊，我们用弥勒菩萨的话，啊，一秒钟不是24张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电影院里播放是一秒钟24张，啊，佛告诉我们一秒钟多少张？1280兆，1280兆分之一秒。你要能在里面看出一加一等于一，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如果你能够看出来呀，一加一都等于零，那你的功德圆满了，你已经回到常寂光土里面去了，一片光明。啊，如果你要累积一加一是二，再加一是三，再加一是四，你就到十法界了。哎，你就到六道轮回去了。这个说法好懂。啊，诸位能够体会，回归纯净纯善，那是自己。啊，那是不生不灭。啊，六祖慧能大师坚信所说的这五句话，你全部证实了。啊，他的第四句，我们是在讲很难讲得出来，很难体会到。啊，他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我们刚才用电影的胶卷来这看，你就能看出来，确实本无动摇。啊，一秒钟，纵然速度加到1280兆，啊，就像一格一格的，啊，1280兆格，
都是本无动摇。不但本无动摇，本无生灭。你看他开悟讲了五句话，两句话用这个可以做证明。我们用这个能够体会得到。啊，现在不能证得，那是我们的心散乱。我们的心不够清净。啊，心纯净到极处，你就能证实。啊，所以佛法修行呢，没有别的，他修定呢。那为什么不能得定呢？业障太重了，罪业太深了，所以要认真去忏悔。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在此地，也在佛菩萨面前，啊，我们背后华严三圣，啊，跟电视机、网络啊，所有的同学，啊，我也都要忏悔。啊，大家了，一定要认清楚，要搞明白。我也是凡夫俗子，不是什么再来人，不是什么圣人。啊，有没有过失呢？过失一大堆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么多年来，我也走过许多地方，啊，总算还没有被严重染污。啊，靠什么呢？靠身心因果。啊，因果教育是从小时候学的。啊，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10岁才离开农村。啊，以后就住在城市，啊，所以因果教育、伦理教育啊，都是10岁之前学到的。啊，我父亲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啊，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个人，我母亲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等于没受过教育，哎，他确实受过良好教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上一代教给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世代相传呐，哪个人不懂得了？所以他社会也安定了。啊，人人真的是好人呐。啊，遇到陌生人，啊，那个时候行路都是靠走路，啊，交通不便，旅行都是走路啊，啊，骑个小驴。我们常看见骑马的就不多了，啊，骑马是有钱人了，富贵人了，啊，走到我们村庄上，我们都会欢迎坐坐茶水接待他，啊，让他在这里休息，十几分钟啊，半个钟点，啊，都接待。啊，欢迎呐、啊！有困难的时候啊，都援手帮助，不像现在啊。啊，这些人这都是教育。啊，见到人都尊敬。啊，我们那时候小孩，小孩顽皮啊。啊，在路上小朋友吵嘴了，打架了，这个经过这些路人，哎，他都管我们。啊，都是你错了，管我们。哎，我们这小孩也很乖，都听。
父母看到路人在教育教训我们的时候，哎，见面来的时候笑笑啊，道谢。你说这种风俗，这个都是自古以来相传的，这是真正的教育，所以教育不在文字，我也常说，《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你叫小朋友念就错了，《弟子规》《感应篇》是扎根教育。怎么个药方呢？大人做给婴儿看的。弟子规是从胎教开始。从小孩一出生到三岁一千天呢、这个一千天呢扎根教育。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认真地学习。所以做父母的大人只要接触这个婴儿那自己的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这样养成他的本善不变质。是这么教育的。到了六七岁上学了。上学是六岁就多了。也有聪明伶俐善根深厚的五岁就上学了。上学之后老师也是身教啊，以身教为主啊，不是言教为主啊。所以从前私塾同盟养正，一直帮助这个学生到12岁、13岁的样子，都是受的同盟养正，老师做表率，做给学生看，这个学生里面年龄大小不一样啊，大的学生要做榜样给小学生看。这个教法。那么老师教小朋友读书，只读不讲解。为什么呢？利用他幼年最强的记忆力，把他这一生当中应该要记诵的这些文字课程全部背过，通通记住，不需要讲解，讲解研究讨论那是大学的事情，所以中国没有中学只有小学，上面就是太学了没中学所以13岁呀，你看看，这个同盟养正学会之后啊，有这个缘分的，就是进太学了。太学里面没有书本，书本都背过了，老师也背过了，学生也背过了，给你讲第几页第几行哪个字，大家都知道。这中国教育外国没有，找不到。这个教育好我们现在写一篇东西像引经据典查很多字是参考资料古人不要随手念来他全部记在心里我看到一个人我们台中李老师他就是受过这个教育他记得很多他告诉我们小时候跪过砖头有体罚打手心罚跪严重的跪砖头为什么呢无非是叫你记住
哎呀，这个地方我挨过打的，我防过跪的，就特别容易记住，就这么个道理。啊，是一个人成就不容易啊！啊，现在小朋友都当宝贝了，绝对不能体罚。啊，体罚父母要告状，你说这怎么得了？这是害了小孩啊！这是真的错了。啊，年龄这个童年的时候记忆力最好，啊，十三四岁之后啊，他开解了。啊，他的理解力成就了，这个时候跟他讲解，跟他讨论，啊，所以中国教学都会利用人在某个阶段他的特长、他的特性，啊，懂得这个道理，晓得怎么个教法，啊，所以我的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都是10年之前完成的。啊，所以10岁的时候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啊，因果教育是在城隍庙学来的，啊，在阎王殿学来的。啊，母亲一年总会去城隍庙啊，去烧几次香。不是迷信呐，是在接受教育啊，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带他的儿女小，带他到城隍庙、阎王殿一殿一殿去看。从前阎王殿里面是素的、泥塑的，塑得非常好。啊，每一年去个几次，印象就很深了。啊，母亲会给你介绍，你看这个，破肚子的，那个是下油锅的，啊，那个是抱铁柱的，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受什么样的刑罚，这我们都记住了。那影响一辈子，你这一生做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想到什么果报？不可思议啊！相信因果报应啊！人自自然然呢，这一生就守规矩了啊！我这一生没受药，受过这个诱惑啊，根源。是父母教的，小时候农村大人都教啊。啊，年岁稍长，啊，抗战动乱期间，逃难了，啊，23岁到台湾。我在这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算命看相的，没接触过啊。而是什么？学佛之后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喜欢这个台湾有些地方啊，摸骨看相算命的比较有名望的，他都去拜访。啊，那么他知道我的生辰八字，所以在许多地方去算命，去看，回来的时候把他这个结果回来告诉我，我相信。啊，这不是一个人呢，很多人都是综合的，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说法了，啊，说我这个人，头一个他就怀疑。啊，我这个人呢，命很苦，啊，是命里有财库啊，我财库是空空的，没有钱，啊，这就是
你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赚不了钱，财库是空的。啊，再一个是，你命里头没有官印，啊，没有官印是，你做不了主管。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给别人当助手，你做不了主管。啊，你看，乡长、村长都有印啊。啊，你没有官印呐。出家你也做不了住持啊。那住持也要命里有官印才行啊。啊，我听的这个话，想一想，自己确实，啊，他讲的很对，我都肯定。啊，所以，我对于财不贪了，命里没有，命里没有，你要是得到，灾难就来了。啊，这个灾难呢有两种，啊，一种生病，一种就遇到横祸，啊，你没有不可以得来。如果得到之后呢，啊，不正当时段得到之后，哎，你还能生活，那是你命里头有大福报，啊，但是福报已经抵消了，已经亏掉了，还有余福，余福享尽了。灾难一定现前，地位也是一样，啊，你只有这么高的地位，你再往上爬，也就是灾难病魔统统来了。我们细心观察周边的人，真的啊，一点都不错啊，啊，可以找到证据啊，啊，所以一个人相信自己命运，所以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心就定了，没有妄想了。啊，为什么呢？求不到嘛。啊，我学佛26岁，朱金咒老居士，啊，他大我39岁，祖父辈的人，啊，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一口气把它看了30遍，啊，大概用了2个多星期，我就非常感动。啊，了凡先生的习气毛病我通通有，他的福报，他的那个长处我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佛。啊，对我帮助很大了。啊，我知道我的寿命不长，只能活到45岁。啊，我26岁到45岁还有20年，20年当中啊，我要好好的修行，求生净土。啊，不再搞这个苦难的世间了。啊，所以有方向，有目标。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是教学啊，他没有组织啊，他们那个团体也没有什么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没有。啊，他也没有住持，也没有当家。啊，他是个学生的团体。啊，他也没有道场。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走的时候，原籍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头。啊，这是教导我们。真正做到了万缘放下，啊！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啊！我向他请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啊，高深的哲学。啊，我向他请教啊，以佛门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很快的切入？啊，他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当时我听了，真的是似懂非懂。这两个字，你说难吧？还又不难。说不难吧？啊，他意思太深了。啊，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有智慧啊，叫我从布施下手。啊，对治我命里面的缺陷，命里没财嘛，财不是啊，我说我没有钱呐，啊，在那个时代，我每一个月的工资台币是55块钱，啊，仅仅是勉强呢维持自己生活，哪有钱布施？啊，大师告诉我，一毛钱也没有。我说可以，一毛钱行。啊，一块钱也没有，一块钱也还可以。你就从一块一毛布施，真干。啊，我很听话，依教奉行。啊，真的没有想到，就越施越多啊。啊，这个才真正了解我们求财老师告诉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财从哪里求？从布施上求啊，智慧，聪明智慧是果报，因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果报，因是无为布施啊，所以我以后生活是非常节俭，啊，省吃俭用，多下了这个钱的时候，就做三种布施。啊，法布施，这个寺庙里常常有印经印善书的，啊，拿个本子来化缘，那我们也出个1块5毛，这行啊，我只有这么大能力呀，啊，这是法布施，啊，放生。放生是无微不至啊，尽量节省出来啊，就越施越多啊。啊，孔子到70岁，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啊，我大概也是70岁，心想事成。啊，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多少钱，还他就有人去把钱送来。啊，就是最近这十几年了。啊，老师所讲的，佛经上所讲的，不是假话，全兑现了。啊，45岁那一年，确实生了一场病。啊，我也没有求病好，我以为寿命到了。啊，所以一切放下，念佛求往生，念了1个月，病就好了。啊，病好了，继续讲经。啊，我的一生就是讲经教学。一生没有道场啊，一生流浪啊，哎，流浪有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和回想释迦牟尼佛。不是一生流浪吗？也就挺安慰的了。啊，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吗？啊，释迦牟尼佛是一生过流浪生活，啊，居无定处，啊，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一点都不勉强。啊，
广结法缘啊，为什么没有自己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别人，不为自己啊。所以法缘殊胜，现在人家朋友多啊，啊，就这个道理啊。啊，为自己就不行了啊，为别人谁不欢喜？啊，可是人跟人相处久了也不容易啊。古圣先贤的谚语说得好，花无百日香啊，人无千日好啊。啊，千日是三年的，这我亲身的经验，住三年就要走路了啊。为什么呢？时间到了，三年不走，别人就会赶你走了，那就不好意思了啊。所以我在早年啊，可一生当中，我在这一个地方居住啊，没有超过三个月的啊，在全世界到处走啊，只有在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啊，要走了啊。这个正好澳洲移民部长非常欢迎我移民到澳洲啊，所以我带了物资辈的一些十几位同学啊，我们到澳洲去了啊。澳洲的环境好，土地便宜啊，很少一点的资金，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学会，建立一个学院啊。为什么建的呢？给物资辈的这些人，这些韩馆长收的土地啊，你们外面人不知道啊，我一生没收过土地 啊韩馆长收的啊，我帮他们剃度的，让韩馆长收的啊。所以有一年我们在美国啊，在住在达拉斯的时候啊，尹建伟居士现在在北京有一天到我那里坐坐，就问我啊，法师，你徒众有多少？我说没有，一个都没有。哎，他说这个悟本他们不都是你说？我说你就问他是不是。他就问悟本法师，净空法师是不是你的师父？他摇摇头，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为什么？他是我的学生，他跟我学啊，我们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啊。所有这些出家的都是韩馆长他挑选的，他决定的，我们有这个权的，这是命里没有吧，没有住持，没有观音嘛，没有做主的这个命嘛啊。所以我乐得轻松，我常常跟大家讲，一生不管钱，不管事，不管人啊，所以才能够专心学习经教啊，才能够专心讲经啊。所以这些诸位啊，不能不知道，免得产生了误会啊。我是一个普通人啊，经教能讲得好一点是专心啊，是没有旁骛啊，能够放得下啊。出事犯的过失也不小啊啊，本来我是没有事的，是不管事嘛，真的是不管事啊。事是韩馆长管，人是他管，
钱也是他管，啊，我是三不管。啊，到澳洲去之后，建的学会学院，我是挂个名。啊，为什么挂名呢？我这是我帮助他，因为我的人缘好，啊，挂上我的名啊，办事方便。啊，在台湾，你看现在我还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还是董事长。啊，十几年都没回来了，这个董事长都不肯拿掉。啊，我请辞了很多次，不让我辞。啊，办事方便。啊，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管。啊，到澳洲911之后啊，有这么一个缘分。我参与了学校，做这个世界和平工作。啊，接受学校的聘请。啊，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许多次会议当中，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教学可以化解这一个时代的一切冲突。啊，从最小的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扩大到族群的冲突、国家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统统能解决。我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啊，啊，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啊，听了很感动，啊，他从来没听过，也没想过这问题，啊，但是会后，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就有不少人向我提出，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重。啊，我说这是真正的危机，信心危机。现在这个世界讲科学，啊，学科学。那科学讲什么呢？拿证据来。你不证据拿不出来，他不相信啊。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动乱就不能解决了。啊，拿证据怎么办呢？那一定做实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搞一个实验点，啊，做给他们看看。啊，早在美国，我就想做，语言不成熟。啊，以后在这个新加坡，林牧原很用心的，啊，真的到处啊去找地方，啊，新加坡寸土寸金，也是远不熟，连个蜜桃村都没有能做成功。啊，在澳洲。啊，澳洲政府的朋友告诉我，澳洲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只有20%几，绝大多数啊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我感到很惊讶，啊，它跟美国不同，美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少很少，啊，怎么会澳洲会有这么多？啊，所以澳洲都是其他的国家地区移民过去的，啊，所以语言也是不成熟。啊，2005年我回到老家，70年没回去了。啊，回去看看，把我在国际上遭遇这些困难，
跟家乡父老谈谈，哎，家乡父老认为回到老家来做，我们大家支持啊，政府领导也同意，所以就在汤池搞了这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啊。那我是个宗教人士的身份，实际的工作我不能参与啊，委托杨老师跟蔡老师去办学，哎，居然办成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呀，这是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这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啊。办了三年啊，现在交给国家去办，我们做总检讨，有功也有过啊。啊，这个过我们没有法子避免的。啊，财源是十方佛弟子捐助的。啊，办好了是功德，办错了是罪孽。啊，还好，这三年我们办学的目标达到了，啊，这就是让这个过继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能救世界呀生起信心，啊，这一点做到了，啊，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那里面的教训，啊，无论在人事行政各方面，我们都有很多过失。啊，所有一切过失归根究底都是人的问题。啊，人是谁的人的问题呢？是自己的问题。啊，我自己一生没有做过事业。啊，只是讲经教学。所以没有工作的经验。啊，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是天意，佛菩萨保佑。啊，那么能够在联合国啊做报告、做展览，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呀，凭我们这个能力，怎么能跟联合国挂钩？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啊！啊，而是他来找我的。啊，就是完全是祖宗之德。那么在国内，正如叶局长啊，叶晓文告诉我的啊，他到香港来访问，有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要味道啊，给我说，他说法师，你有没有问题啊？说国内呀、啊，有许多人用你的名义啊，啊，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啊，你不知道啊？我说我真不知道。啊，他说没关系，这个事情我们政府来处理。我说那好了，就谢谢你了。啊，所以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佛门善良的善男善女啊，不要被别人呢欺骗了啊，一定要晓得，净空法师一生就是讲经教学，没有任何私欲。啊，谁要用我的名字到外面化缘，啊，或者是组织什么，都是假的。啊，我需不需要道场啊？我今年83岁了。中国谚语所谓的“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你说我还会要道场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你给我道场，我敢不敢接受？我命里没有观音，我不敢接受。
啊，所以我不能做主持。啊，所以这些实际的状况你要了解。啊，我们要认真忏悔。啊，当年创办汤池中心的时候，我曾经跟杨老师一再的嘱咐，我们只做这一个点，把这个点做好啊，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啊，成为一个典范啊，把国内的人、海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信心建立了，我们功德圆满，我们全部交给国家。啊，希望国家继续去办。说了这么一句话了，说了好几遍了。啊，以后实在讲，我对杨老师太信任了。啊，所以流弊发生了，那这是我们的罪过。啊，他来跟我说，到处这个地方政府领导都欢迎呢去开办。啊，他说我们应该要做多做几个点了。我也不知道实际些状况啊，所以我就说吧，那是如果是人力、财力、物力，你能够和能力继续搞就好了啊。这一搞果然失败了啊！每个地方的点花的这些钱，我们要不要对信徒负责任啊？这是我很感到愧疚啊。啊，所以人不能不老实。啊，我这样做也是给我们佛门弟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佛弟子一定要守规矩。啊，遵守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道场要小不能大。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定的规矩，道场不超过20人。你维持很容易，3-5个护法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化缘啊，生活尽量节俭朴实啊，研究经教也好啊，念佛求生净土也好，都会有成就啊，不可以好高骛远，不可以攀缘啊，诸位晓得，我在国际上的朋友很多，是人家来找我的，我们去找人。啊，我跟人接触的没有别的，除了宣扬佛法之外，就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是伦理，是道德。啊，往上提升呢？是科学，是哲学，尤其是佛法。佛法里面讲的科学跟哲学，真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啊，那是全世界的最高峰啊，哲学的最高峰也是科学的最高峰。我们这堂课前面三段所讲的都是事上就是最高的科学，理上是哲学。从这一段以下的三段啊，教我们怎样修行啊，所以我们做的很多过失啊，但是如果会学的人，他在这里会能够得出经验啊，将来这些底下一代人去做的时候就避免我们所造的过失啊，把我们的过失改过，我们的长处啊能够啊吸收，底下一代决定就超过我们这一代了，后来居上啊啊，念念的要想到社会，
要想到大众，啊，无论是人力财力得来不容易啊，不能不负责任呢、啊。啊，所以这是我在此地向大众忏悔的。啊，那么我从今之后啊，中心已经交给政府了，我会规规矩矩的做个老老实实的佛门弟子的好样子。啊，我不再从事于任何工作，也不再参与任何活动。啊，我只希望我的余年的时候，每一天两小时讲经能够继续。啊，别人来访问我，我不会拒绝，我不会去找人去。啊，所以这时希望同学们要谅解。啊，千万记住，任何人用我名义化缘，全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如果我真有缘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需要钱，我会向大家宣布。啊，我没有宣布都是假的。人家拿着我的名义给我照一张照片，我说的净空法师怎样怎样，都是骗人的。现在骗人的方法太多了。啊，这个我们都要小心。啊，不要上当。学佛嘛，学智慧嘛，那上当就是愚痴了。那就错了啊！那么在忏除业障呢，我借出啊《摩诃止观》里面顺逆实心啊，我们用这个。这一篇文字来帮助我们认真的忏悔。前面有个简单的解释，顺就是随顺，流是流转，为助众生因此实心，这随顺烦恼流转生死啊，那这前面的十条就是搞的生死轮回不善之业啊，那我们要细心去想想啊，去反省，去检点我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对了。第一个是无明昏暗啊，啊，可以说六道众生人人都有，你要没有无明昏暗，你就不到这个六道来了啊，你就早就远离六道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就很清楚啊，为助众生，这个众生包括自己啊，从无始来暗时昏迷无所明了，这个时就是八时啊，阿赖耶识、摩那识、意识啊，在前面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确实无量劫以来啊，我们的神识迷惑颠倒啊，他要不迷他怎么会来投胎啊，他怎么会造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肯定啊，那怎样破迷呢，那就学习啊，圣贤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再扩大的说，所有宗教的教育都是帮人破迷开悟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啊，佛经的哲学讲得透彻，讲得圆满。啊，你越学，你越欢喜，啊，真的是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呐。啊，学习呢要认真的学，啊，学一条就能够做一条，那我们才能成就。啊，我们把底下念去，念下去，无啊啊烦恼所罪。于一切法忘记缘故啊，烦恼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你觉悟了，烦恼就离开了啊，迷了，智慧变成烦恼啊。于是，于一切法，在一切法里面，你就起了人我这个执着，错了啊！我们前面呢讲解的啊，那就是前面三大段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加一，一加一永远等于零，那是宇宙真相。第一个真相，完全回归到自信。等于零是回归自性。如果一加一，一加一，加到最后还是等于一，那叫一真法界。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我们念佛想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土。啊，生到华藏世界也是十宝土。啊，无论多少个业加起来都等于一。啊，如果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再加一等于三，那就十法界去了，就六道轮回去了，啊，这就错了啦。所以，分人分我错了。啊，那么世间有没有人我呢？有人我。觉悟的人，恒顺众生。众生说这个是人，这个是我，我也说这个是人，这个是我，这就不起冲突了。啊，形式上有，内心里头没有。啊，决定不把人我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是错了。啊，不放在心上就对了。整个宇宙是我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这个共同体是什么？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证得了，就证得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证得了，也是证得这个。啊，这没有两样。啊，六祖释迦是同一个境界。啊，释迦在印度，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六祖在中国，应以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这恒顺众生啊！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真相，我们要认识。啊，他所现在外面的跟我们没有两样，内里面完全不一样。啊，他的心清净，一尘不染。所以我们是忘记人我，起诸爱因。啊，这个爱因就是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啊，想即颠倒，想是妄想，即是嫉妒分别，
啊，就是较量。啊，其一贪嗔痴，广造诸业，是以流转生死。就是你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在此地。啊，这是你本身呢。流转生死，生死不是真的啊，也是个幻象啊。生死轮，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但是灵魂没有生死，出不了六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明昏暗啊。所以灵魂在六道里面是不生不灭的。啊，那是你自己。啊，比认为自身是自己高明多了。啊，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于生死怕不怕呢？一点都不害怕了。啊，生死像什么？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啊，你衣服坏了脏了脱了一件，再换一件新的。啊，灵魂在六道就是这样。啊，丢了这个身体，他就有换一个身体。啊，那换什么样的身体呢？换好的，那是你积功累德，你越换越殊胜。啊，这一生在人道，来生到天道了。啊，那天比人就不一样了。啊，天有28层天，你到哪一层天？啊，那这是你修行功夫了。啊，人到下面，下面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有地狱道。啊，所以知道事实真相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做一些不善。啊，为什么呢？人这个间的时候时间不长，我们要往后面看了，要往长远看了。我不能到佛国去做佛了，至少到天道啊！啊，天道嘛，也走个中等嘛，啊，中等是色界天，好，啊，色界天很自在呀，啊，财色名食睡都没有了，啊，欲界有。色界没有，啊，无色界更高了，啊，出不了六道，啊，就是因为他有无明，啊，能出六道，乃修定，啊，阿罗汉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六道是，那就灵魂不能叫灵魂了，灵性。魂是迷啊，性是觉悟啊，哎，叫灵性，不叫灵魂。灵性是真正的自己，啊，它是没有人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的，啊，灵魂是染污，是迷惑。那第二呢，在外加物有，这个麻烦就是外来的，里面。是糊涂，无明是糊涂，里面糊涂，外面又有恶有在诱惑你。啊，为诸众生呢，内聚烦恼。啊，迷惑就是烦恼。那外面呢，又碰到恶有。啊，这些恶有啊，煽动邪法，劝惑于我了，倍加隆盛。这隆盛造恶都不是干好事啊。啊，无有开悟，进修善业，是以流转生死。你看，你外头的恶缘，所以交友不能不重视啊！啊，人不学不知道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人一定要懂得学。啊，真正有了深厚的
这个古圣先贤教导的这个底蕴，那就不怕了。啊，你遇到的善友，遇到的恶友，对你都有好处。啊，孔子说了，三人行必有吾师。啊，看到善人，啊，他的心善行善，我跟他学，向他学习。看到恶人，自己要反省，这个恶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恶人也是我的老师。啊，所以对于善人恶人，不要分别，不要放在心上，啊，通通恭敬，平等的恭敬。为什么呢？他有佛性啊，他本来是佛，现在迷惑了，啊，这造罪业。那造罪业，将来的果报都是三途，啊，畜生、魔鬼、地狱。你想想看，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三恶道的业因，业因当然很复杂，啊，许许多多业因里面，哪一个是第一，哪个最重要的？这佛给我们说出来了。畜生道的业因呢，是愚痴啊，我们常讲糊涂，都畜生道啊。啊，魔鬼道的是贪婪，贪心多魔鬼呀、啊，啊，嗔恚心多地狱啊。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就是跟三恶道的缘断掉了。你不造恶业了，你不会到三恶堕三恶道了。啊，贪嗔痴时时刻刻提起。啊，学佛，我们发现很多学佛的人有贪嗔痴。那到佛菩萨面前烧香，他要抢烧地址，就贪呐、啊。哎，落在后面他就不高兴啊，就嗔恚了。啊，堕不堕三恶道呢？还是要堕。啊，并不是因为你换了对象啊，我对这个世间财色名食睡我不贪了，那对佛学佛里面去贪嗔痴了，还是要堕啊。啊，堕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不是换对象啊，换对象没用处啊。对，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个搞啥道淫呢？那种贪嗔痴啊，堕的恶道很苦。啊，搁在佛法里面贪嗔痴堕恶道呢，那是那比较轻一点。啊，像鬼道里面呢，有这个恶鬼呀、啊，也有多财鬼、少财鬼呀、啊，恶鬼呀、啊。他是属于多财鬼、少财鬼那一类的。啊，地狱种类也很复杂，他都在地狱受最轻一点。啊，不是像那受的那么严重。啊，所以这些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连佛法也不能贪。啊，时时刻刻保持着心平气和。为什么呢？你看《无量寿经》，这是我们净宗修学最重要的一个课本啊，经题里面清净平等句，你有多重要？这是提醒我们了，修什么？修清净心。清净心就不能被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修平等心，平等心就没有高下啊，傲慢啊，轻视别人，这个都是不平等啊！所以念佛人这一句佛号啊，要把你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平等心念出来，把觉悟的心念出来，你就成功了啊！果报极乐世界
啊，经上讲的大乘、无量寿、庄严。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能，庄严是相好。啊，你看是佛在华严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都在无量寿的经题里头啊。啊，有因有果啊。啊，所以我们的修学一定要懂得，啊，要常常注意，我念佛念什么，把清净心念出来，啊，决定不能记别人的过失，看这个人不是，看那个人不是，你的心里面很肮脏，完全是染污的，错了，啊，我们的心本来是好的，良心嘛。啊，把我们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你这个人，你没有智慧，你是愚痴的人啊！啊，所以决定不装别人的不是。啊，你要装的是装别人的功德，装别人的好处，啊，记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过失，这非常重要。啊，把别人的过失记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的心就被染污了，那就是自己的过失，那就错了。啊，学常常看人家的好处，啊，不要看人家的坏处。离敬诸佛，广修供养，你才能做到。那常常看别人好处，不看别人坏处，你这个忏悔心才能现前。那你这个修学的功夫才能够得力。啊，所以对外面的环境，这个我有时讲的人事环境啊，哎，要知道这个里面的我有。有些人把他当成好朋友，哎，他很喜欢我，这很喜欢你就麻烦了，他张道啊，啊，这个物有常常天天供养我，供养是增长你的欲望啊，增长你的贪心啊，是我有吗？只是我有，可是你自己不晓得。啊，你看看，天天引诱你，啊，去杀生，啊，去占人家便宜，占人家便宜就偷盗啊！啊，这个邪淫，啊，贪嗔痴增长，贪嗔痴慢都是我有。可是现在一般人好朋友啊。啊，现在把什么把修道的人的时候，天天叫你远离这个贪嗔痴，哎，这个人是坏朋友，这不能交。啊，这就是善恶颠倒了。啊，善恶颠倒，果报就颠倒了。啊，真的，天堂有门你不去，地狱无门偏偏往里面钻。啊，这是现代人，这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的名词说价值观呢错误了。啊，想法看法了颠倒了。第三是善不随喜。啊，为诸众生内外恶缘俱具，即内灭善心，外灭善思。这个太可怕了。啊，不生随喜之心啊，是以流转生死。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顺流是心，都是从反面讲的。我们要有，要知道改过。啊，先改过才能够修善。
如果过要没有改掉，修的那个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这些道理很浅显，并不难懂。啊，所以第一要把自己身心洗干净啊。我们读这些经文，处处都要向自己身心里面去回归，就能够得受用。啊，佛讲这个经不是讲别人，是讲我。我学才真正得受用。如果看到经典，哦，这是讲社会大众啊，不是讲我的。我这一生还会成就，决定不能成就。所以会学的啊，佛菩萨所有一切经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啊，我才能真正的受用，对佛菩萨真正生起感恩的心啊。如果不是他的教诲，我这么多毛病我怎么知道啊？都是自以为是啊，内外恶缘啊，内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烦恼习气啊，烦恼怨恨怒之内的缘啊，外面是什么？外面一切诱惑，有人的诱惑，有事的诱惑，有物质的诱惑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修行成就啊，太难太难了啊，比古时候难多了。古时候外面没有这么多诱惑啊，你能在这个环境里头能够不动心，这叫真功夫啊。啊，这真功夫靠什么呢？啊，我这么多年常常在反省，靠身心因果。我说身心因果不敢啊。啊，我自己苦，莫死不会堕地狱啊。啊，我又不甘心莫死，我去抢夺别人的，哪个得入地狱？你说哪个是对？啊，莫死，我心还是善，不占人一点便宜，死了之后升天了，德行具足了，不害别人了。啊，如果起心动念损人利己，那没有一个不妥善妥的，这事情能干吗？啊，所以莫死是小，破戒是大。啊，你细心去观察，你就明了了。啊，所以内外这个恶缘具足啊，我们的善心升不起来。啊，外面的善事呢，你也不认识。啊，你把善事看作恶事。啊，善事是利益社会的，是利益大众的。啊，今天中国有天大的善事，那就是传统教育。啊，中国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能救整个世界啊。啊，谁要是能发心做这个好事啊，他的功德不在人间，在天上。啊，是这个道理啊，不能不了解，不能不清楚。啊，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全他，这就是随喜功德。啊，没有这个力量，生欢喜心，
赞叹他，也是随喜功德。啊，所以不能够随喜，善思，啊，善缘，这也是流转生死。啊，这流转生都往下流，他不往上啊。第四，三业造罪，为诸众生自重身口意三业，啊，其杀盗淫妄。贪嗔等过，无我不为，是以六转生死。啊，那么这个，注意看，在以现前这个社会一对照，你就很清楚，很了解为什么世间灾难这么多。啊，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就这样造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讲习当中，前面讲过多次，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地球有什么差别？啊，给你讲真的，毫无差别。啊，那为什么苦乐悬殊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居民都是上善之人。阿弥陀经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难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我们的世界就真的所讲的三恶造罪，恶心遍布。我们现在是这个社会呀、啊，啊，外面的山河大地是随着人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都变善了。我们的不善呢，外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变不善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记住，叫境随心转。啊，最近的、最贴近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己心要善，言行善，你身体就好，什么病都没有。啊，我们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毛病就很多。啊，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永远不生病。你永远没有一个恶念，你就会永远不生病。啊，现在一生病病很多，把念头改过来，啊，恶的念头、不善的念头放下，把善的念头能够激发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啊，甚至于不需要医治啊，啊，都是真是真理呀、啊！啊，人到中年以上，大概对自己身体就比较重视了。啊，年轻不知道啊。啊，50以上都晓得这个身体很重要了。啊，与我们的念头有密切关系。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与念头也有关系。啊，现在这个社会，啊，虽然不善的不少，啊，善的也有啊。我们自己善，能够影响别人，能够感化别人，这个很重要啊。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啊，现在在居住在都市，都市大楼。一栋大楼啊，几十个户人家啊，我们居住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心善行善啊，我们要感化人，
啊，大楼里面任何一个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笑面迎人，啊，见面会打招呼，见面会行礼，啊，不管他反应如何，我们常年累月这样做下去，慢慢就都说干完了。啊，这应该做的呀！啊，不能说那个人好傲慢，还在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啊，别给他打招呼，啊，傲慢更应当给他恭敬。啊，慢慢熟了，你就把这整栋一座大楼所有的住户的说都感化了。啊，感化没有别的，真诚心。啊，真诚心能感化人呐。啊，佛弟子应该要这样做法。啊，不这样做法就不是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啊，要善。啊，无量寿经教给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要常常记在心上啊，念念不舍。啊，底下第五，卧心遍布，为诸众生虽所造卧事不广，而为卧之心呢，遍布一切处所，欲以恼害于人，是以流转生死。啊，那么这个现象，在现前社会。也很普遍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把圣贤教诲呀疏忽了。啊，要知道，圣贤教诲疏忽了，现在的人他学什么？啊，他有人叫他来，电视叫他，网络叫他，啊，还有教科书，啊，教科书是什么呢？报纸、杂志，这是现在社会教育的教科书。这里面什么内容呢？啊，我是不看这些东西，啊，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我一概拒绝了。啊，我离开有40多年了。啊，所以心地清净的，天下太平了。有人问我，我说很好啊，没事啊。你一接触，哦哟，事情那么多；你不接触，没事啊。啊，他有权利去宣扬，我有权利不接受。在今天这个社会，你要不是这样的话，你的心怎么能得清净？啊，我连电话都不听。啊，这一次我回到台湾来治牙齿，啊，离开了10几年了，没想到，啊，台湾的同学啊，对我这么热情，哈，这样热爱，我很感激。啊，所以我也想回来定居。啊，我让简居士给我搞一个小茅棚。啊，他也问我要不要装电话，不装，我不要电话。
啊，有电话就麻烦了。在从前没有电话时代，日子不是过了吗？那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哪有电话了？那城里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半个月才晓得。好啊，过清净日子，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这个科学东西不是好东西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很多灾难，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也需有必要拒绝它的时候是要把它断掉啊，继续电话不装啊。所以我告诉简居士，将来给我准备一个手机就可以了啊，手机是长官，我有事情找人方便，别人别找我啊，我也很难得找别人啊，所以我有一个手机，一个月充一次电，你们就晓得我用多少次。一个星期难得用一两次啊，都是常着关注的嘛。啊，所以这个卧心真的是遍布啊，时时刻刻都是损人利己的念头，这个念头不好啊。啊，这个是这个三途卧道的业因。第六呢，卧心相续啊，为诸众生为其卧心，增长卧思，昼夜相续，无有间断，是以流转生死。啊，这个卧的念头根源无非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一切恶的根源。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讲，自私决定不能够自立啊！怎样才能自立？利他才是真正自立啊！自私，诸位细心去揣摩、去观察，没有不害自己的啊，大错特错啊！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被迷惑了啊，愚痴到了极处啊！啊，我们的老师、父母等从小就教给我们，与人为善。啊，不能占人便宜啊！中国儒家讲的是仁义，这两个字好啊！啊，仁是什么意思？仁是爱人，能够舍己为人啊，义是循礼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呀！啊，不义是违背了情理法，啊，不或情、不或理、不或法，那叫不义呀！啊，中国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就是仁义，啊，现在这两个字没有了，啊，别人没有，我要具足，我要学习。啊，特别是对我有意见的人，啊，诽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我更要对他有仁有义。啊，为什么呢？我明白他糊涂啊。啊，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要原谅他了，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他有长处，我赞叹他；他的缺点，我一句话不提。啊，久而久之，他会觉悟啊。他这一生，哎，真的遇到一个善人，他会想到：你有我一对人，人家有我一对你，你防不胜防啊！那个防人也很苦啊。啊，何必去防人呢？那社会上有一般人讲的什么？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说防人之心也把它丢掉，你才得自在啊。啊，天天防人不累死了？啊，那就恐怖战争。那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不要去防人。啊，没有这个必要。啊，要爱人。啊，不要去害人，不要去防人，啊，我们自己才真正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才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呢，无限的喜乐啊，啊，这个人生都没了，啊，纵然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还是可以生活在喜乐美满的人生里面，啊，问题你要觉悟，啊，跟圣贤走，啊，就能够得一生喜乐。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父母，感谢老师，啊，父母在早年的时候，十岁之前给我奠定基础，啊，老师指导我一生的这个道路，啊，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身心都没有死啊。啊，没有死就是最圆满的，就是最究竟的。底下第七段。复会过失，为助众生俗作恶行，会及人知，不自伐戮，无悔改心，是以流转生死也。这就是不知道忏悔啊，把自己的过失啊掩饰起来啊，尽量不要让人知道，人家虽然不知道，可是你自己会受良心责备啊，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啊。啊，那么这种恶习愈积愈久，就会变成病毒啊，这种病毒也会让你丧失生命，生命丧失不要紧，来生必堕三恶道，那个麻烦就大了，啊，真的是死了就不得了了。后悔莫及啊！啊，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发怒忏悔，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的啊，这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